ครับไปชิงแชมป์ผมเลยครับผมก็จะทำเต็มที่คิดว่าชนะแน่นอนครับไม่กลัวครับเอาแชมป์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ับ有请可怕呀蔡松邦This is the final of 60 kilograms Euro Legend Asian Championship. Here's silver medalist of Thailand Muay Thai Championship 2013. Hong Peyak Sit Chong Bong. 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20 years of age, 170 centimeters tall, weight 60 kilograms, with a record of 9 fights, 7 wins, from China, Shaolin. 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Zhao Wei. Zhao Wei, 24岁，170，6公斤，9战7胜2负。少林赵薇。我们掌声带一下，期待一次更精彩的 KO。 本场之才曾涵义，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要为您送上的今天晚上的第二场比赛呢，是英雄传说亚洲巅峰中泰赛区60公斤级王者争霸赛的决赛，是由来自我们中国的赵伟来对阵来自泰国的孔帕亚。那么赵伟呢是红方，孔帕亚呢是蓝方。赵伟这位选手在我们60公斤级的选拔赛里边呢，实际上是输给他的当时的泰国对手亚威木普法萨梅木。嗯，然后这位选手在面对对攻的时候呢，是非常具有特色而且很出色的一位选手，但面对这个善于控制、善于打，我们看一上来想抢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没有机会控制。对，因为他的对手这个孔帕亚赛松邦呢，不光是一位这个重拳很好，把自己的这个同门直接用重拳击倒打下去的这位选手，另外在这个整个的控制上呢也非常具有特色。我们看他的这种泰拳的这种 clinch， 只要箍住以后，他是不会给中光选手调整这个平衡的时间，没错，直接会起膝。这也是给我们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位泰国的选手啊。这位选手是从10岁就开始这个进行训练啊。嗯，他的顶其和扫踢是我们一直以来知道的他的杀手锏，但是他在跟同门师兄打的时候的这种前后手的拳法啊，也表现出来了非常不错的方式。是我们如果观众朋友呢这个信号清晰的话，可以仔细的看到这个孔帕亚赛松邦的这个右眼啊，嗯，已经肿出来了。我相信是在训练的时候，可能会在训练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。哦，这样的话如果是赵伟想进攻的话，从自己的左侧进攻的话，对方的视力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。对，一定要抓住对方的劣势啊。刚才赵伟上来的一轮抢攻，特别是刚才有一个高位的鞭腿啊，小鞭腿直接扫到对方脸上，让对方等于虚出了一身冷汗。但是这样的这种强攻能不能持久，实际上是赵伟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。对，孔帕亚赛松邦在自己跟这个刘连峰和这个亚威木，也就是战胜赵伟这位选手打的时候呢，嗯，自己从来很少在第一回合发力，一般会在第二回合或者到第三回合发力，甚至以控制从头控制到尾这样的风格。对，有点像这种盾形的打法，而赵伟呢明显是矛形的打法。对，所以就看矛是否尖利，盾是否坚硬了。是，其实特别是在经过了那一周的比赛之后呢，这可以说是中泰双方的选手对对方都更加的了解了。没错，我觉得赵伟对于孔帕亚的这种控制，或者孔帕亚对于赵伟这种强力的猛攻，两个人应该都是有进行过一些针对性的训练，做了不少的准备。对，哎，在赛前呢，我们的那个
英雄传说的出品人邹国俊先生呢，实际上还挺意味深长的。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挺意味深长，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吗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比赛，让这些新选手，让这些似乎没有什么名气的选手来到我的擂台上？我还觉得挺感动的。对，其实这也是每一个体育竞技项目的规律。一代旧人去，你必须要有一代新人出。没错。先浪已尽，后浪不来的话，这个浪就没有办法再打起来了。好，双方的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，在第一回合打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库玛亚塞松邦的这个鼻梁两侧的这个眼底的位置已经肿起来了。这就是我们看赵伟这个鞭腿，还漂亮，正好击在这个下巴鼻子中间的地方。可以说库玛亚塞松邦在一开场的时候的确是着实出了点冷汗，对，但是并没有对他进行这个致命性的打击。我个人而且我发现赵伟有意的控制和这个库玛亚之间的距离，不让他轻易的把自己箍住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。这位选手在打刘连峰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然后战胜了刘连峰啊，所以这个赵伟在第一回合体能明显比对方消耗的多，因为自己的这个进攻要更多一些了。对，还是希望赵伟能在第二回合要不就打出一些明显的重击来，要不然就一定要小心对方的这种战术了。我们看到我们中方的教练组也是在临场的指导啊，可以根据第一回合的一些场上的变化也要做出相应的一些改变啊。我觉得相对赵伟来说，他最早赋予这个亚维木啊，是亚维木跟他的这个风格相克，那个选手更被动一些，是相对来说这个控制局面更强一些，而这个库玛亚塞松邦可以说是一位能攻能守的这样的一位选手，但是如果跟赵伟对拼攻势的话，我相信赵伟其实不吃亏。赵伟是不是护齿掉了还是怎么？因为在赛前呢，我们的这个裁判长张祖才先生也给我们说，本次为了保证有一些皮外伤是吗？是手臂被踢中了吗？是有一些皮外伤了，是不是被踢伤了啊？是不是被泰拳选手的这个重扫踢伤了？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跟裁判看这个赵伟的胳膊手臂，没错。这个位置呢是经常会我们犯的一些错误。我们记得在康恩打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康恩面对一个扫腿非常重的一个选手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膝和肘一起来防御，是这个叫泰拳的立体防御，也叫膝防。但是如果对方扫踢过来，你用纯手臂防御的话，因为长期久练。宣布本场比赛结果，赵伟也过来吧。果然是因为这个手臂没有办法。知道小伙子心有不甘，但还是切换方向。哎呀，这个非常可惜，不过也充分体现了泰拳的这个扫砍之王的这个能力啊，大幅扫。2015年英雄传说亚洲巅峰60公斤级决战，蓝方踢断中方选手手臂，比赛不能继续进行，蓝方 KO 获胜。下面有请英雄传说重庆赛区秘书长卢冰先生。还一样接受奖品。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主任王跃进先生为帕亚颁奖。泰国悍将孔帕亚，感谢颁奖嘉宾，祝贺孔帕亚。